竹竿舞、跳房子，再来一场藤球友谊赛。新山慈济幼儿园庆祝国庆的方式别出心裁，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也了解了团结合作的重要。因为玩这个 spatograph 就是要你要 pass 来 pass 去嘛，所以不要那个球掉在地上，所以有那个团结的力量咯。我们都马来西亚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种族啊，我们都很容易相处，能啊团结时候帮忙也没有讲哎看种族来帮忙啊。能有现在的生活是因为先人努力铺路而成，老师透过影片希望孩子能学习饮水思源及族群共荣的精神，就是让小朋友们感恩以前的人为我们奋斗，让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平安的马来西亚，有一个这么平安的家。马来西亚有印度人、马来人、华人。那你喜欢跟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全部交朋友吗？呀，我全部是这个样。和国家同一天生日的国庆宝宝也许下自己的生日愿望。今天是马来西亚的生日。那你爱马来西亚吗？爱，因为它保护我们。除了保护我们呢？给我们住在这里平平安安的。特别的国庆游戏体验，不只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操，也学习跟其他族群互助互爱，让这群国家未来的栋梁心更宽广。台新闻叶秀文、谢九龄马来西亚报道。